库莫张智霖以一身白马王子造型现身马场活动，他表示年初三会以嘉宾身份现身马场，更会献唱京剧。而有份出席活动的玄学家麦玲玲就现场批吃 lamb 今年会更红更赚钱，甚至添孩子和买房等喜事都会集中在马年和羊年发生，更加祝先生一个儿子再生一个女儿。吃 lamb 听后哈哈大笑，表示臣你贵言。你说小朋友，我觉得完全就是一个天意来的，一切顺其自然。我觉得没有抗拒，可是我也不会用一些太极端的手法去生孩子，因为我还是觉得应该要顺应天意。张智霖与袁咏仪在圈中算是早婚人士，两人2001年结婚，直到2006年才诞下儿子张牧童，儿子到现在已经快8岁了。之前两年吃 lamb 也扬言跟袁咏仪旅游造人，只是一直都没有下文，但生孩子除了时间也要心血。以张智霖今时今日的爆红状态，今年又要在红馆举行歌唱，要生孩子恐怕不是易事。当然了，他肯定不会说完全不想要。我完全没有概念，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顺应天意的人，不管是男是女，有或是没有，我都不会强求，都是开心的事。搜狐视频那是极好的，我是孙俪。